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有五个青年呐，他们的年龄各差一岁，哦，各差一岁啊，那我就从 x 减二算起嘛，哦，加一岁，加一岁，加一岁，哦，各差一岁。他说到西元2004年时哈，五年，2004年啊，2004年，这个五人年龄之和哈，恰好是他们在1982年时哈，年龄和的三倍了。他求西元2004年，他们各是几岁啊？哦，假设哈，在2004年的话，他们的岁数分别是这个了。那这个的和啊，你把它全部加起来，你刚好什么？刚好是 5x， 好，恰好是他们在198，那198这差几岁呢？2004哦，减1982，这是2，差22岁。每一个人的话哦，在这里比在这里少什么呢？少22岁。好，那个时候他们说，这个的话哦，是他们在这一年的三倍，就三嘛，啊，乘以多少？5x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五倍的哈，有五个人嘛，五个人啊，乘以哈，这个22岁，就每一个哈，就每一个人啊哈，他的话呢 ，x 减二再减22，通通减22，所以减5个22。那么他现在问说哈，这一年的话，他们各是几岁啊？就是要把 x 算出来 ，x 算出来的话，其他通通算出来。这里的话哈，这里的话，15个 x 嘛，移过来，这五可以约掉了，五约掉哈，五约掉，那这 x 呢，等于三倍的 x 减掉22，那 x 移过来，2x 哈。等于多少？3×22，二约掉11，所以 x 等于33。哦，中间那个青年哦，这是33岁，这个是34，这个35了，啊，这个是32，这是31，所以是31到35。